村长是让我们来采蘑菇的，不是来吃蘑菇的。没关系，如果村长问起我们今天为什么少采了蘑菇，我们就说是灰太狼来骚扰的缘故。大家都听明白了吗？可灰太狼并没有来呀。就是啊，这个家伙在教我们说谎啊。这不叫说谎，这叫变通。可是我们这里有个不会变通的家伙耶。诺亚亚，如果村长问我们为什么少采了蘑菇，你打算怎么回答？都被大家吃了。你应该说是灰太狼来骚扰我们，所以我们才少采了蘑菇，知道吗？你这是撒谎。这叫变通，变通，知道吗？什么叫变通啊？总之你就照我教的说就是了。诺亚亚，以防万一，请你按我刚才教的说一遍吧。这叫变通，变通。是下一句呀。是灰太狼来骚扰我们。哎呦，真厉害，这都让你发现了。是灰太狼啊。为什么总是追我？懒羊羊，这边。灰太狼，你别再追了，我们已经准备好陷阱了。你傻瓜，谁会相信你呀？天哪，这家伙也太老实了，没想到居然和我说的是真话呀。暖羊羊，你怎么可以对灰太狼说真话呢？幸亏这次灰太狼不相信你的话，不然我们可就惨了，以后别再犯傻了，知道了吗？对
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，知道吗？哦，暖羊羊要学会变通，变通呀！哦，哎呀，你还有别的回答方式吗？哦，哎呀，不要理他了，我们还是去多采点蘑菇吧。大家走吧。灰太狼真的不会再来了吗？放心吧，最危险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灰太狼已经来过一次，所以不会再来了。你们好啊，意外吧？灰太狼啊！为什么又是追我啊？我就是要追你。暖羊羊，前面有没有陷阱啊？没有啊。啊，原来如此，小羊我来了。天哪，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说谎。暖羊羊表现得真棒。我不是说过吗，就是不能对灰太狼说真话。这就是变通的好处。明明就是说谎，你还说得那么好听。不跟你说，我找暖羊羊说。恭喜暖羊羊，你已经学会变通了，不过你可要感谢我哟。可我心里还是堵得慌，一点都感觉不到快乐。那是你刚刚开始不习惯而已，以后多说就没事了。暖羊羊，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呀？村长，我今天对别人撒了谎。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，我村长是不会怪你的。可是我心里还是堵得慌。那简单呐，只要你诚恳地向对方道歉，请求他的原谅，不就没事了吗？谢谢村长。今天真是倒霉呀，被羊捉弄了两次。灰太狼先生，我正要找你呢。找我？你别过来啊，有话就站在那儿说。灰太狼先生，很对不起，今天我对你说了个谎，现在我诚恳地向你道歉，请求你的原谅。就为了这事儿找我？这个嘛，你又想耍我了吧？我才懒得理你呢。别跑啊，灰太狼先生。这世道真是变了，我竟然沦落到被小羊追得满林子跑。不对呀，这笨家伙的态度好像很诚恳啊，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不就太可惜了。我得回去瞧瞧。灰太狼先生不肯原谅我，这怎么办呢？好了好了，暖羊羊，我原谅你了。真的？太谢谢你了。不用客气，只要你跟我回家就行了。村长，不好了！
你们有什么事儿吗？暖羊羊不见了。暖羊羊是跟人家道歉去了。嗯，道歉。嗯，因为今天暖羊羊对别人说了谎。别人？别一惊一乍的，暖羊羊这样做是很正确的，你们可要多向他学习哦。但是村长，你说的别人是灰太狼啊。啊！村长，你这次可把暖羊羊给害了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跟他说了。我有办法了，大家跟我来吧。傻得真可爱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的肚子会多怀念你几天的。老实交代，刚才你看到什么了？小朋友可不许撒谎呀，如果你不说，那我就不原谅你了。这在恶劣的环境下就更应该要坚持自己的原则，快点老实交代。喜羊羊快跑啊。暖羊羊，你这个大笨蛋，我救不了你了。来了就别想跑。喜羊羊快跑啊。是你们，你这家伙好像不欢迎我们耶。那喜羊羊怎么办呢？喜羊羊，你那两条腿还能跑得过我这四个轮子吗？灰太狼先生，你前面可是有陷阱的。灰太狼先生，我就不陪你玩了，先走一步了，拜拜。喜羊羊，你别得意，我早有准备。为什么真话总是有人不爱听？哎呦呦！喜羊羊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终于回来了，大家没事就好了。村长，我们安全地把暖羊羊给救出来了。这下安心了。对了，我想问一下，今天采的蘑菇怎么这么少啊？是因为灰太狼来骚扰我们。是啊。村长，还有你们还有什么？其实今天我们没有偷吃蘑菇。